点进来的叔叔阿姨，点个双击，加个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太香了，是新煮的。入口即化，鸡排，家人们啊，都是大块的鸡胸肉，家人们啊，这玩意就简直其实嘎嘎的，家人们，这是早餐，配点这个面包片，往里一放，没治。整块鸡胸肉都是，看这个品质，还是鸡胸肉。里面有三种口味啊，一个原味，还有一个那个黑胡椒味，还有一个藤椒味，家人们。老香了。都是肉丝儿哈，
刚才我吃的是原味的，这是藤椒味的。嗯。